我注意到有关的报道，也注意到有美国媒体将大规模枪击事件称为美国的国家耻辱。美方年复一年发表长达数千页的国别人权报告，对他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，就不能下气力解决国内的枪支暴力问题，干一件对保护美国人民的人权有实际意义的事吗？